上星期我在这儿给我先生买了这件大衣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他觉得这件有点小，颜色也有点深，能不能换一件吗？你先生多高？他1.78米。他穿正好的，正好，应该很合适啊。虽然长短合适，但是他比较胖，最好换一件太大好的，没有更大的了。那我能不能退货？我再找找。